这件作品叫做云端翱翔。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云端，然后如果思想能够起飞，我希望思想能带我去看无穷的山，无尽的水。云端是个境界，然后云端不是止境，借由云端能够到另外一个云端。任何的事业成就，我希望大家都在云端上笑眼看众生。